让设计变成一种生活的风格。大家好，我是张李玉金。大家好，我是豆藤花。豆张力的品牌理念就是一种减法的哲学，我们希望让有形的东西尽量变为无形，让设计变成一种生活的风格。我们希望它是更简洁的、机能的，而且是一种混融的一个印象。对我来说，去你的时尚这个主题的话，我们会希望用翻转的态度，就去翻转你的时尚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不要自我设限。我们品牌对于 reconnect 这个主题的话，我觉得是一种更多元的包容。它才是一个连接经典与现代，甚至到未来的一个想法。我觉得台湾的美是一种亲切、细腻，然后不会太张扬的一种态度。对后疫情时代的一个季节来讲，我觉得经过了限制之后，大家会更勇敢的突破，也会有各种创新的思维。刚起步的台北时装周，它代表了清新跟活力，所以我觉得可以先找到自我的文化的风格，之后再勇敢的向国际迈进。